好，到了。可是会伤心肺。我前阵才询问我是否能够加强糖下药的方子，我就告诉他白怎么念。你为什么要断夫人你的汤药加药呢？这事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应该没向他人说过啊。烫毒人的话，华兄吧。几次告诉你吃法的人只有说白夜能增强断夫人的药效而已吗？他有没有提到其他的事情？刚刚的书尺，
结果师傅铁壁阵大发作，哦，王婆婆。分不及再受叮咛，好，就这三个，还有这个，提防内贼。好像在那里闻过，哦，没了。打架吗？怎么样？够。要出血文明却服毒自尽失败，整个失魂落魄的昏迷状态，还有时间难以解释啊！直性剧组神仙难救，而妇人与用药出名，岂会在此等事上出了差错？一开始就没有要自尽的意思，是的。要昏迷昏自己，那问题就来了。不管是什么选择迷昏自己而不是自尽的用意是，期待有一天能醒来。比较不会痛，一定是这个啊。药王六星路。
说不定夫人早就醒了。那句话说，只要不让夫人服用会昏迷的汤药，夫人自然就会醒了。除了一个人会自由取药以外的人，便是不是段灵州吗？穿鸟跟机械藤的人，娶的是断门主。一股味道，因为夫人不想那么个一直希望自己醒来的人得逞，就是王婆婆，甚至不行让夫人服用会伤身体的药，明显有什么企图。你们当真不是与我乳娘同伙的？是吗？已经八年了啊。这门主是真是个白痴，对不对？密烟，月，执勤间亡欲罔顾。下一句是什么？侍读时父命不从。小月，你叫他爷爷。少主，我。
为什么躺在旁边？这家伙感觉非常危险，得谨慎一点。破！居然敢动少主，不想活了吗？破！可恶，没闪过。呀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，破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太大了！给！破！居然敢动少主，有机会想活了吗？杀呀！哦，一点多大一口。有机可乘，没闪过，杀呀！破！妈妈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。居然敢动少主，不想活了吗？太大了！有机可乘，太大了！我觉得好，这招好烂哦。没中，不想活了吗？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接招吧，杀呀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接招吧。痛！破！破！让我来闪出少主，不想活了吗？没闪过，接招吧！有机可乘。妈妈过来吧。让你见识我的厉害！这都没有破防，烂哦！瞧你破绽百出了，破！太大了！接招吧！居然敢动少主，不想活了吗？破！爸爸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！好，赢了。弹到木龙溪哦，延命之术也叫延命，便是原已该死却靠药物延续性命的意思。这样还不死哦。
好，所以现在呢？好，那个当房那边好像有一个支线，我们再回去看一下。然后这集就差不多了。这边的剧情我蛮喜欢的。又找都找到了。最强防具，金藤保一。哇，300。好，这是你在如果照攻略打的话，你那个三件东西其实早就拿到了。然后再回杭州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支线，就是我们不是有拿到一个红色方巾吗？红色方巾的话，回杭州有一个人，他会送我们东西吧。杭州太和茶馆，东沙铺货坊。我先去太和茶馆，然后把红色方巾拿给他。给谁啊？韩不醉是哪一个？哦，这他。好，这哪一个传闻呢？然后锻造铺后方，他们蜜月在哪里啊？我等下就去找蜜月。到光伏前面，这个哦，这也是支线任务。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
让我来试试你。河坊市集，在马厩附近。这里吧。这边藏一把武器，这样没有人发现，怎么可能？哇，150哎，其实是蛮强的啊。好，那我们的命月呢？命月在哪里？命月呢？好了，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话，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